哇，我们好久没来这个兽医院，我们今天要来帮三角拿他的药。对，没错，刚好现在医院是亮着的、哦。对，亮着的。哎，哎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变暗了、啊？为什么？而且门我们被关起来了。而且医院都没有人呢、欸。刚刚不是还亮着的吗？好可怕哦！哎，这边有一张卡片。看一下，猫呢？帮我找到我的猫。我的猫因为生病带到医院后，医生说要拍 X 光进行检查。啊？哦，所以要去 X 光室。X 光室？这是什么？关于健康检查哪些正确？血检数据正常，表示猫咪很健康。错。错。验血、X 光、超音波检查各代表不同面向意义。对。对。这样先保留。做检验正常，表示这个为不需要检查。错，验血是最重要的，是年度健检首选。选一吗？四选一啊，那就是这个了。超音波验血为不同面向一，哎、欸，它这就是迷宫哎、欸。我往这个地方走啊，它会通道的。所以我们要找日历。那、啊、你先继续把它走完吧。哦。哎、欸，死路。所以就要看这条碰到的东西，所以刚刚就是碰到日历，然后就走出去了，所以我代表我们要找日历。由于猫咪不会说话，兽医是在诊治的过程当中，如同侦探办案一样，会借由不同的工具来找出事实的真相。以肾结石为例，当结石还没有影响到肾脏功能的时候，此时的血液循环变化会是正常的，因此无法借由单一项检查来判定身体状况，而需综合判读各项检验的结果。我们就是要找日历吧。哎、欸，这边有一个这个，你知道，因为他闹鬼了吧？还是他手被夹到了？往后继续走，往后继续走。后面在哪？是厕所吗？后面是手术房。有声音，有声音啊！嗯，开门。我要开吗？开。有鬼！鬼要干嘛？鬼走了，鬼走了。哎、欸，我要找日历了，好可怕，我现在心神不宁的。刚、欸、刚被吓到的是我吓到的，我也被吓到了。手术房，他没有声音哎。你走，那就是在引导我们要走过去。那边是闹鬼啊！是哪一间啊？好可怕，走。有两只可爱的小猫，看一下他们、啊、这边吗？小猫，哦，这里是这间。怎么那么多鬼？好多鬼哦！我们要开灯了。开灯。哎啊！哎，这是我们日历耶。2018年哎，1月12号被划掉是什么？1月12号是今天吗？不是啊，1月12号。你们该不会穿越了吧？他说为什么手术麻醉前不能吃东西？因为会吐。他直接给我答案了。哦，有各种不同的答案啊。没有，是因为会吐。因为会吸入性肺炎，嗯，肺芽损伤，错，这个错，会影响药物作用，错。那我怎么从那时候就这么可爱？这个很可爱，看这个，这个3月11号发生什么事？你有看到吗？那个鬼，鬼身上有东西，啊、他给我们0311，这鬼不太找我的猫咪，他的猫不见了，他是鬼，他有怨念，他死了，所以猫咪没有人带他。你看他的猫。你赶快输入0311，我输入了。然后错吗？因为会吐吗？吐。你试试看，0112。是啊。是啊。可是这是复选题。那就是两个。0112跟0311哦，加起来。0423。12。12。11。12无关。对，答对了。跟月份没有关系。麻醉时咳嗽反射可能会消失，但胃中充满食物时可能会增加吸入性肺炎的风险，因此麻醉前通常建议空腹4到6小时，但这时候要注意是进食不进水，这也是我们常常听到啊刚忘了还是给他吃东西，所以造成不能麻醉的原因。他写什么？二诊前门。二诊，我们来找二诊。这是鬼还在这里？他而且挡住我们的路哦。买圣经还超可怕。哎、啊，从这边走吧。二诊，这里，诊疗室二，这里，这边好冷哦，这里有鬼的感觉，哎，好可怕哦，这个好恶心啊、哦，
手术后为什么不能马上吃东西？可能会因为肌肉麻痹咬到舌头，会增加拉肚子的风险，吃了会影响手术效果，吃了会吐。这张是咪咪啊。哦。他说吃了可能会吐。他你的咪咪。不要。不要。是鬼疯了，欸，他一直说咪咪，那代表咪咪可能死掉了嘛？那不然我们去找病历表，咪咪的死因，然后顺便查看看名字到底有怎么。好，所以我们去找咪咪跟名字，因为这两个都有可能，肌肉麻痹咬到舌头跟吃了可能会吐。这含几？它不是晚肠吗？手术麻醉刚退时，胃肠道蠕动可能比较慢，如果大量进食，容易导致呕吐，严重时甚至并发吸入性肺炎或窒息。因此术后通常建议至少两小时后再少量进食，可以先给流质食物或是喝少量的水，以半个小时为单位观察是否呕吐，如果没有呕吐就可以慢慢增加喂食量。我的咪咪，帮我找咪咪。哇，哎，这边有一张卡哎。为什么手术前还有麻醉前要血检？手术上没有异状，也可能有潜在的疾病。确定检查结果正常，表示手术麻醉没有风险。这个错。了解动物的身体状况，准备适合的麻醉计划。对。吃喝活动力皆正常的话，就可以省略不做。哦，错，绿色跟粉红色。当猫咪身体检查有异常的时候，可能会改变原本的麻醉计划。若是严重的疾病，医师会评估疾病与手术麻醉两者先后的重要性。只要是麻醉就会有风险，所以需要经由麻醉风险评估技术来决定是否适合麻醉。通常 ASA 1到2级的风险相对较小，比较适合麻醉。相同的手术会因病患的不同身体状况而有不同的麻醉计划，因此术前与医师充分的沟通，了解手术的需求与相关风险是相当重要的。这边有很多只猫哎，咪咪、米子、该该跟韩吉，就你叫方小块。可是他说他在找咪咪啊，他是许天优吧？我们两个都画画看就知道了，深绿色跟粉红色。什么意思？N 吧 ？N 呐、哦，哦 N， 那、啊、前面是什么？看不那你画画看咪咪。换、啊、这个。这是太难了、啊，什么意思？画完之后拿远看，应该就会看得出意思。其实摄影机都看得出来，观众们都应该都知道了。那颜色有点色差。哎、啊欸，倒过来吗？哎、欸，好像有。等一下，我再用一次。很好笑，是吗？很好笑的。他刚把画得很清楚的东西擦掉，然后画得很糊的还留在那。对。还是你要让鬼帮你拿远一点？鬼有这个功能哦。柜有一个柜子的柜吗？我看不懂。哎、欸，这个画得很美耶。啊，窗户、柜台、柜台跟窗户，柜台的窗户是吗？还是柜台跟窗户？我应该先看柜台。哎、欸，啊，柜台。哎、欸，咪咪拔牙，十一月几号？十一月十七号。它下面有一个问题，麻醉后为什么不能马上回家？容易跌倒，术后可能出现并发症，感受不到饥饿，容易过量饮食，猫咪可能稍微歇息。意外可能发生在回家过程，因为够灵敏，会以为没到家。猫咪可能尚未清醒，这个一定对。哦，而且它每一个这个前面都有一个符号，哎，星星是鹿克，鹿克容易跌倒，不愧奇呀、啊，我只是要来拿三九的药。拿不到药，也找不到医生，然后还遇到鬼。正确答案都会有一个共通的地点，做那些行为需要在某个共同的地点进行。哦，拔牙就是在手术室啊，那我们去手术室。麻醉恢复的过程为渐进性的，由于气管内管会在反射恢复后移除，但不代表此时所有的药物作用已经消失。随后猫咪会尽量恢复式观察，等待医师及肌力的恢复。许多危险会发生在术后的三小时内，因此不建议马上离院。好，所以我们要去手术室，对不对？手术室啊！为什么？为什么又有？不是这边吗？手术室没鬼了吧？啊，进去应该是没有了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我不敢开。应该是没鬼了。咪咪，咪咪，咪咪哪？该不是手术室？这该不会就是咪咪吧？这是咪咪吗？咪咪吗？啊，是他的咪咪。咪咪啊！我们找到他咪咪了。哇，神仙吧，不要当鬼了。原来游荡的鬼是一个猫奴，生前有一只很疼爱的猫，叫做咪咪。咪咪在2018年过世了，它的主人一直非常自责，即便死后。依然在医院中徘徊，希望能找到咪咪。